可能大家要白跑一趟了。因为婚礼取消了。念书。念书。怎么了？为什么要取消婚礼？你说话。这世界上每个人的喜怒哀乐都是有定量的，当你在年轻的时候享受了很多的福，那么你老了之后就会接受很多的苦，
可是如果你在年轻的时候受了很多的苦，那么在老了的时候就全都是满满的幸福。那我呢，是不是受了很多苦？是啊，我们好苦的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满满的幸福啊。边说，我愿意。你刚才说呢，你知道我爱你就够了，那你为什么不说你爱我？我就不说。始终敲醒我的记忆，只留那片秋叶。可惜时间不再停留在那迟来的冬天。独自站在记忆的尽头，只留下一季夜。寒风吹过的夜，是那条夜街。寒风吹过的夜，是那条。为什么要取消婚礼？
你了，你给我走。喂，小子，我喜欢你。你去哪儿啊？表演书。神经病啊你。李叔，李叔，李叔呢？不知道，还没回来啊。他去哪儿了？打电话，他关机。两个人搞什么啊？记得我跟你说过，我们的另一段关系就从这儿开始了。
我们第一次接吻就是在这个地方，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另一段关系也是从这儿开始。顾承泽，你愿意娶我吗？记得。很可惜，这段关系还没开始就要结束了。谁说结束？我不同意，他不能结束。你别忘了，是你向我求婚，现在还没结束呢，是要对我始乱终弃是吗？对不起，我们就在这儿分手吧。我能理解你的心情，但是我们的关系，你一句分手就可以结束吗？你母亲伤害了我母亲，害得我和我母亲失散了20多年，你一句分手就可以弥补对我的伤害吗？现在就要惩罚你，我惩罚你一辈子都要跟我在一起，不许离开我。比我们在一起还容易吗？李彦舒，我警告你，以后再也不要跟我说什么你从来没有喜欢过我、没有爱过我这些话。虽然我知道听起来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话，但这样听起来还是非常心痛。